今回軍刀に対する収穫が多かったのは朱さん、あなたのおかげだ。哪里哪里、这也算是我给您的回礼。近々我々は上海交渉連合会を設立し、朱さんにも招待を出します。組織を連合会に組み込んで、あなたに理事長に就任してほし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が、どうです？朱さんのご意向をお伺いしたい。承蒙武天先生の態、荣幸之至。それともう一つ、朱さんと相談したい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。但说无妨。連合会の会長にはチェン・スーイに就任してほしいと考えているんです。程思义，程老板是上海滩的粮食大王，他来当会长合适。合适。ところがこの程思义は我々日本帝国に強い先入観を持ち、こちらが何度要請しても彼は私に会うことを拒んでいます。我来安排。先生，林希带着人把大头马都抢了。我知道了。这两天兄弟们都累坏了，拿着这些钱给他们买点好吃的，买到就回来。好嘞，飞哥，自己小心啊。哎，李云飞，你站住！你干嘛躲着我呀？转过来。贺小姐，你又去打架了？为什么没有去上班？你成天这么打打杀杀的，有意思吧？棍子给我。贺小姐，你赶紧回去吧。给我。对不起啊，何小姐，我真没办法，我不能扔下我兄弟不管啊。行，总多管闲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何小姐，何小姐，学长，你找我。坐。苏志昌批准我入党了。对，我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会有宣誓仪式吗？当然有，明天早上我为你主持。苏南，在此之前呢，我有几句话想嘱咐你。我知道最近你和林夕走得很近，他是个好人，也有正确的民族立场。有机会的话
组织上希望能够发展它。还行吧？啊，可以的，没事，没事的啊。老秦，哎，肚子饿不饿？饿。哥，老秦肚子饿了，我带他吃点东西去。哎，走。愣着干嘛？老秦请客。啊？我去失控门找过您。你不在家，从没听你说过你会吹口琴，吹得挺好听的。你这个人总是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，做着伤人心的事情。我知道你送小袁走，赶我走，都是不想拖累我。可是你一个人能撑多久呀？如果有一天你被压倒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还怎么继续生活呀？你就当是关心你的一个朋友，在你走之前跟你说一些真心话。你要是连我这个朋友都不想认的话，那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。林夕，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。回来了，奶奶。咋的了？这是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哎，是不是林夕的臭小子？
我在工董局上班的亲戚跟我说，当心点，洋人都快走干净了。既然你都知道，船票我真是无能为力啊。哎呀，再想想办法嘛，出多少钱都行，我只要票，三张就够啊。爸爸，你也先别着急，说不定表哥还有其他办法呢。小姐，外面有位先生找您。何小姐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之前在街上，你也没必要跟我道歉。你又没做错什么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表哥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船票这个东西可是不好弄。我关系是够硬，但你爸给的钱不够啊。这不，找你们商量商量。这么多钱还不够用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先生，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很好，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吧，先从码头开始。没问题。林夕那小子留着始终是个祸患，不如趁这次机会。现在还不能动他，我不想那帮老家伙再说闲话。先留着他。丢了，哥，你能搞到船票吗？干嘛？不想干了？想跑了？小院他谁？贺小院他们家出不去了，我先给他搞几张船票。你知道船票现在比黄金还值钱吗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你这么积极？反正我就认定了，这辈子非他不娶了。你以为那是船票吗？那是我俩的婚配书。你认定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呗，找我干嘛？你怎么这么不懂风情啊？你这样苏南怎么看得上你的？哎，苏南跟你什么情况了？我好像把事做过火了，那有什么呀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该认错认错，该低头低头啊！你滚回自己房间去，别让烦我！哎哎哎，难怪苏南生气呢。宣誓之后，你将正式成为组织的一员。山河破碎，国家沦丧，我辈当携补天之愿，也应存舍身之志。我从来不怀疑你的热忱，但是苏南同学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愿宁儿代代正沐阳光。张一曼同志的事，这也是我理想中
国家该有的样子。我宣誓。我宣誓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党的纪律。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要做群众的模范。要做群众的模范。保守党的秘密。保守党的秘密。对党有信心。对党有信心。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苏南警示。要我说，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去什么去啊？习惯了，我啊，就是这个命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下辈子投胎的话，我得跟阎王爷商量商量，让我们也当一回那个富家的公子哥啊，不用挨打，天天享福，这多舒服啊！嗯，想的还挺美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？说说。我还没成家呢。你呢？我小时候想上学，但是因为家里穷，所以一直没去成。等回头打榜了小日本，我还是想回学校去上学。哎，那你呢，飞哥？我想出人头地，我想穿英国人定制的全套西装。哎，永安百货最近刚上了一块表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啊？一根小黄鱼啊！哇，也想要。飞哥，那你不想娶贺小姐了？想啊。做梦都想，但只有出人头地，才能娶到贺小媛。再过几年，这仗也该打完了，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，大家都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老周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担心我？你本事那么大，用得着我担心吗？说实话，这次挺危险的。别动！当时76号已经包围了商行，很多弟兄为了掩护我们，都牺牲了。没想到是共产党救了我们。怎么暴露的？是朱启文。那你们还等什么呢？锄奸啊！包括邢站长。上海站超过80%的在沪人员名单都被76号掌握了，
只能撤退或者就地潜伏，现在有心无力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找朱启文寻仇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是你，不可问世，是周晴，周晴让我这么干的。说有用的，他约我们家七爷，让七爷给赵先生打电话，七爷不肯，他就杀了七爷，然后逼着我去给赵先生送信，才把他引到香堂里。朱启文必须死。朱启文有日本人撑腰，你没机会的。按你这么说，大家也别抗日了，直接投降不就完了？我和你一样也想复仇，但我不希望你白白送死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我可以让你亲手报仇，但是会很危险，一步走错，命都可能保不住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什么人呐？没睡醒呢。老周，你没事儿啊？福大命大，福大命大。坐吧。想好了吗？开工可没有回头箭了。我要是怕，就不约你来了。说什么呢？聊什么呢？说话呀！你赶紧告诉他吧，快急死了。明日。朱启文会召集帮派长老和各堂口堂主，讨论帮派合开公司的事情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朱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最近生意可好啊？有你们在，一定好啊！这姓朱的，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帮主吗？搞这么大阵势，谁晓得啊？估计不晓得的人啊，还以为这大世界啊是我们办的香堂呢。就是，哎呦，百忙之中大驾光临，感谢。谢谢朱先生。合开公司，请。朱启文还真当他是三大亨了。这次站在他背后的是日本人。朱启文这公司要想开得名正言顺，就少不了我们手里这一票。我们要借此机会，当着帮会叔伯的面，拆穿他欺师灭祖的真面目。生死局不靠人多，我们几个就够，剩下的天塌了也不要出码头，把家看好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当年，杜先生、黄先生抱团一起开公司，最终坐上了上海滩的头把交椅。现如今，时局维艰，大家的生意也都不好做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自家人就更应该抱团取暖。这么热闹啊！林兄弟来了。
找地方坐。你不用管我，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着谈大家伙的利益。我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口袋源源不断的进大洋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跟着朱某一起干，成立公司，一起赚大钱。这帮派开公司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但是朱先生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。讲。这么多香堂，开一家公司，听谁的呀？当然是谁出力多就听谁的了。那就是你喽。你要能够出大头，我欢迎林兄弟当大股东。我没钱呢，我也没这个兴趣。既然今天大家都在，我就把话放这儿了。这头把交椅谁坐都行，唯独你坐不行。有点慢点啊啊。十大帮规第一条，不能欺师灭祖。你勾结日本人，杀了金爷还有我干爹，别说头把交椅了，你这条命拿出来都不够还的。无凭无据，最好不要信口雌黄。再说了，你可以问问在座的各位，有谁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？有吗？有吗？在下明说了吧，日本商会武田先生是在下的朋友，他邀请我出任即将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，我完全有雄厚的实力可以干一个自己的公司。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因为我是帮派子弟，我希望把我的成功分享给在座的诸位。我说的话很好笑吗？还是你有别的话要说呀？你想要证据是吗？别动，我看谁敢动。谁敢往前一步，我让他脑袋开花。别跟我这儿耍狠，有本事就把证据拿出来，没本事拿证据你就出不去了。满足你。云飞，认识吗？把你跟我说过的话跟大家再说一遍。朱启文把金爷骗到了这里，想让金爷给赵先生打电话，金爷不肯，他就杀了金爷，然后还逼迫我去送信，说如果我不去我也得死。他所说为实吗？
没错，人是我杀的，我认了，没有怎么样。你不妨问问大家，关于赵恒和金爷的死，他们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放不下兜里的大洋装不知道啊？啊？啊？林夕啊，我过去也相信赵涵的那套江湖道义，可我后来什么下场？被他赶出香堂，差点饿死在大街上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，道义不能让我在这个世道活下去，但是钱可以。你一心只想着报仇，可成不了大事。你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在等着吃饭呢，你不想他们和我当年一样，在街上跟狗抢饭吃吧？你不想想自己也得为他们着想，先让他们活下去，好不好？李姐，你是聪明人，只要识时务，我保你荣华富贵。这就是你当汉奸的理由吗？林夕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这样就是断大家的财路。你不死，大家跟着你做生意，你死了，你的生意大家做，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哎，怎么一个个都哑巴了？是这个世道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。今天你开了这一枪，明天你就是下一个朱启官。
好。